虎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今天来跟朋友玩写春联的游戏。然后我们有准备10个签，然后每个签里面都有号码，对应着就是虎年的新年句子。然后我们还要准备长形春联跟墨水，然后让他们可以自由发挥。那现在让我们开始就一起去寻找知音吧。那我们第一位呢，首先欢迎到我们的协理，然后让协理来抽一张签。5号。2号。2号。好。OK 吗？3号。7号。7号。1号。现在两张就是。对。强迫中奖。6。哇，要写字吗？对，要写字，也可以画画。福里发财啊！我们这是创意春联。哇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紧张。好，这个画大财，财越大财越旺。好，没问题。财越大越旺。没错，我是这么大。好。虎虎生风，那个风好多，超多字，好多饼。真的很紧张，会忘记笔画写。每一个人来都这样，忘记字怎么写。对啊，写到后面哇，这个生粉很漂亮。踩了那个风，风让我觉得很紧张。对，来风的笔画怎么写啊？啊，他是先那个，先一个那个。对，好。啊，好丑。哇！然后在那边选胜是绝对，可以自自由发挥，对不对？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是吗？你选纯黑的还是什么？我内心有个暗黑的心。这么临时？平安吗？好厉害，好拿，这个也很不错啊。新希望，说希望疫情能够在身边，可以大家平平安安，因为已经2年没有出国，所以非常想出国。所有的现场观众，所有的小朋友们，所有的父母朋友，大家都很平安健康。祝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发大财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好运发财。疫情期间不要到处乱跑哦。希望可以。找到好，希望可以，新的一年可以越练越壮，谢谢。新年是希望今年是虎年嘛，那抽刚好抽到那个盛世千家，我就希望今年一整年疫情台湾还是能够控制好这样子，然后祝大家都平安，可以赶快出国，大家可以赶快出国，谢谢。今年是虎年，祝福大家好运改空，疫情期间大家要注意健康哦。那虎年祝大家睡饱好福气，祝大家事事顺心，虎年行大运，赞！